一、珍宝阁启用狮驼岭。狮驼岭门派在175 PK 当中崛起，珍宝阁不败哥的第一神佑刀号已经转成了狮驼岭，出现在了珍宝阁的剑会 PK 当中。二、剑会约战浩文输给无情，昨晚的175剑会 PK 当中，浩文开始练习花果山加咒师普陀的阵容，并且还与老对手无情进行了约战，双方大战20几回合，浩文眼看大势已去，喊出了那一句熟悉的收宝宝，准备下一局。三、浩文剑会 PK 战胜西栅老街。浩文虽然没有战胜无情，但是却在与西栅老街的较量当中笑到了最后。浩文的指挥真的是一念天堂一念地狱，波动太大了，让人完全捉摸不透。四、新出159神级不魔腰带，小梅沙新出160减一不魔腰带，附加物理暴击几率 1.03%。对于159高端五开的玩家来说，这条腰带绝对是神一般的存在。五、涛哥12红地厅进阶110，涛哥给自己的1755开号打造了几只12红的工地厅，非常有个性。阿海在昨晚的直播当中，将其中一只12红地厅进阶到了110。